If you want to really see something that said, take a look at what happened. So we gotta move to the bus.哇！我跟你讲，那画面真的看几遍都惊悚几遍，我真的觉得太震撼了。而且，我想请创下来说明，就是川普真的还蛮怎么讲呢？就是他都中弹嘞，还振臂疾呼哎 ，fight！ 哇塞！我们看过很多选举，先讲这张照片。这张照片从我们新闻界来讲，今年大概是一定是普利兹奖的入选名单之一。而且很可能得奖了啦，很可能得奖了。对，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历史性的镜头。对。但另外一个呢，川普呢，到现在为止，你看他那一个 fight， 他已经变成美国英雄主义的新的代表。对。然后这个拜登就 fire， 失火了。然后现在为止就看到，这是纽约时报拍到的，真的有一个弹痕过来了。哎，你看这边真的有一点，这真的还假的啊？这真的是子弹？真的是子弹，总共至少在现场能听到有8响以上。哇塞！八声枪响是为什么这重要呢？今天待会晚一点，美国时间15号，共和党的党代表大会就要举行，在前一天，跟我们319前在投票前一天好像哦。哇塞！所以让你觉得好可怕，好可怕哦！在前一天，川普这边正在讲话的时候，突然枪声响起之后，很多人还没有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然后再给我在他后面呢，一个人中弹了，罹难了，两个人重伤，而那个中弹的那个罹难的50几岁。是个义消，美国对于911之后，对于这种消防人员是最尊敬的。对，所以这个东西是让美国人整个情绪都起来了。然后结果呢，川普呢，就是几声枪响之后啊，突然之间呢，川普有感觉到蹲了下去。蹲了下去之后，那时候的特勤随护还要等一下子才上来。上来之后用人肉盾牌挡着，对对对。但是我们不是都有个公司包吗？不是啊，赶快打开，赶快打开吗？防弹的。结果那些真的反应好像让人家觉得，所以待会被检讨，美国一直在检讨。然后结果呢，川普后面呢，这个东西就看出川普在这场选举里面他的整个架势。他78岁了，对啊，老人家第一个状况是他够敏感，对，他听到了有异状的时候。他不是下面的人把他压住，很多老人家都已经叫别人压住，或者我们很多政治人物都傻傻了。川普自己蹲下来，蹲下来起来之后，大家赶快护卫他，这个是安全标准动作，脱离危机现场。结果他在脱离的时候，川普马上 fight， 然后、这真的意志力超强的、而且凝聚为不那个完全的坚定的意志力，不会被击倒的状况。刚好有一个摄影记者在下面往上拍，对，拍到了这张历史画面。所以川普哦，这简直就是我跟你讲，结果这张照片啊，2小时之内，美国人啊已经印上 T 恤开始贩卖。所以这个时候，整个川普的气势哦完全起来，因为他没有，他是有被刮到，有受伤。对。然后今天川普呢出来之前面对媒体的时候去解释，他当时在做什么？因为他正在讲话，但是川普有个习惯，他喜欢环顾四周，避离天下。所以他正在看那个大荧幕上。下面群众的反应，那不是好险？他对啊，可是另外一个就是他是主持人，所以其实你选总统也有机会。你看一下，电视主持人出身的人，他会喜欢看入库，会他正好转身，所以这颗子弹正好有惊无险。对，要不然他要是不转头的话，可能就打到他的这边耳朵下面，然后穿过颈。对，然后这里面呢，其实当然美国就要追问两件事：谁开枪的？对，然后另外一个是。特勤在干什么？对，特勤在干什么？大家疯狂讲，因为总共他们听到了7、8声枪声，然后呢，后面呢是在川府这个斜后方斜的地方，大概130公尺地方有个屋顶，那个枪手在上面。
然后特勤呢开枪，当然这个时候没有什么要把他制服的问题，对，立刻击毙，击毙他了。可是他讲，怎么会三十分钟呢？怎么会特勤会搞成这样子呢？对。然后很多在现场的人就讲说，其实呢，就提醒了，告诉周围的警察，哎，那边屋顶上有个人在爬，对，屋顶上有个人在爬，对。然后警察哦，对，为什么会没有警觉说，哎，有人在爬，而且他背着东西，哎，对，拿了那么重的，他是狙击枪。等一下我们讲 AR-15，哎，一个狙击的一个枪的设备。所以特勤根本就疏忽了嘛？特勤疏忽之后，另外一个当然很怀疑啊。当然，这些特勤在那边三四分钟之后，让我们有人说啊，他们还要瞄准，还有什么？这鬼扯！我们常常在跑总统府，我们在凯达格兰大道上，我们都知道总统出来的时候，周围制高点都有特勤。对啊，那特勤是他们在那边，他们是在那边看下面吗？没有啊，他们也要看从上面，从上面环顾，而且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目标区。对，那个目标区对面的一个制高点。上面有没有人？欸，他们会不会 有一种可能是特勤想说，因为我们都在高处，然后都拿着枪，所以他以为对面那个是他同队的啊，只是一个生面孔。太 low 了吧？有可能这样的一个训练吗？所以我会觉得我们台湾的特勤哦，专业能力就在证明了，确实比这个特勤局的特勤人员还要专业。所以他们听到枪声之后，最后三十分钟把他开枪了，然后现在过来了，后面到底这个人是谁？然后川普的反应呢，就真的是作为一个总统的姿态，他出来了。第一个，他军校出身的，所以军校面对枪声不会像一般老百姓，会惊慌，会怎么样？他军校出身的，我们以在正常的军校出身的蹲下，他立刻趴下，他知道。然后第二个，他军人出身的，又是那么霸气，对，78岁，他展现的 fight， 然后后面呢，他开始发现。他已经是代表美国，他不是共和党的代表而已了。团结一致，别让邪恶的一方获胜。然后他这样子喊下去的话，他已经超越了，对，超越了共和党。所以现在呢，美国一个新媒体做一个调查，你知道他看好度多少吗？70%。哇塞，看好度到70%，对啊，拜登只剩16%。哇哇，那现在美国已经在讨论的不是川普会不会重回白宫。美国共和党会不会完全执政？哇！因为他们还要考选改选议员，还要改选一些州长，会不会完全执政？然后在下面，那到底谁犯这个事情呢？对对对！现在呢被击毙，因为当场被击毙，所以警方呢已经搜索他的家，搜索他各方面，据说达了2600条资料。可是坦白讲，2600条资料我们就知道要搞很久了。然后是说20岁的库斯克，才二十岁，然后20岁呢？这个样子呢，其实呢，他用的 AR 半自动手枪呢，步枪是他爸爸所有的，合法购得的，所以他是偷拿他爸爸的。然后呢，还传有在他车上，他的坐车上还有一些爆炸装置。所以现在就因为爆炸装置，以他的状况，他的整个的精力和能力，这个爆炸装置是他自己学来的，还是有共犯？所以现在是美国正在查的。然后呢？他呢是宾州俱乐部克莱尔顿运动俱乐部，因为美国呢根据他们宪法，他们是每个人都可以合法持有枪支嘛。他爸爸有，但是呢，他同学也讲说，他从小呢在学校里面，中学的时候，是个边缘人，很难融入同学，然后常常被同学霸凌，然后霸凌之后，他曾经在学校里面也要去参加这个俱乐部校队，要参加这校队，结果呢，结果技术太差，射的话大概可以误差6公尺以上，所以呢，劝他不要出去，而且呢，他在社群媒体里面呢，常常讲话呢，也没有什么威胁性的，所以他不是那种政治狂热者，而且才20岁，怎么可能政治狂热者呢？然后今年呢，他登记他是共和党的选民，但是呢，2021年呢，他也曾经捐了15块美金，对，给相关体的共和党、民主党，对。可是这个政治倾向也很难看出来，对。所以是，可是现在这状况就是，哇，他的枪到底怎么取得？对对对，他的枪爸爸买的。其实美国有一个叫 AR-15，每20个美国人就一个人拥有这种枪。哎，这是什么枪啊？它其实呢，在军用是一个自动步枪，但是如果民间不准用军用的规格，所以是半自动。哦，那半自动呢，因为美国宪法，所以呢，你看美国拥有的这种枪的人呢，1600万人，这么多，20个人，而且呢，在美国有很多的超那个买枪的专有店，身份证什么，只要确认你是美国公民，然后你没有什么记录，
$400到$2000就可以购得，所以他爸爸合法持有，但是被他偷出来了。但是现在造成这样一个状况，川普没事，然后川普没事，而且 fight， 拜登呢现在只能呼吁赶快调查。对，但是拜登呢也碰到一个状况，因为在这个时候，大概民主党也没人想换拜了，因为换了。大概大事也不容易改变。没错，感谢创下，因为其实台湾过去也都曾经发生过类似的状况啦，吼，319枪击案的时候，那时候阿扁哦，这个义善等一下要补充，就阿扁当时后来是自己走进奇美医院的，对，然后当时这个反对阵营还说假的，你看一定是假的，他怎么会怎么可能用假的，怎么可能还有办法走？结果现在川普。不但可以走，还可以振臂起舞 fight。对，你要补充一下美国、這個。补充一下啦，319枪击案是不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因为阿扁在第一时间，很多人说哎没有听到枪声。其实阿扁，如果你他在扫街的时候，你就清很知道、啊，他很喜欢放鞭炮，所以第一时间他以为他自己是被鞭炮打到，所以还跟后面的随扈说可不可以拿面塑力达姆啊、来跟我敷，就是他敷一敷发现不对，对、那个随扈发现说这是子弹，因为他发在车子里面发现的弹壳，马上停在路边，马上送到奇美医院，而且那个子弹还打到了所谓的副总统，副总统膝盖，吕秀莲在旁边嘛，打到他的膝盖，因为他的膝盖受伤，所以他包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那个护膝，所以他打到的时候还好没有穿到吕秀莲的膝盖，否则吕秀莲的膝盖可能就这辈子就可能就是残废了，所以是刚好非常的幸运。而那一天晚上，我说为什么川普会不是赢在那一枪，而是赢在那个经典的画面？因为那一天晚上。很多的各方的阵营选举的时候，各方阵营就会释出对自己有利的讯息嘛。连胜文连战的讯连战阵营释出的讯息就是说这是假的。对。那我们的说真的，我方的阵营本来阿扁是想要释出类似川普的讯息，说我被枪击，但是我还是存在的，我还是坚定的。所以他本来是要在所谓的演讲场上出现，但是总部认为说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让社会平息，社会气氛不要那么对立，所以坚持说我们所有的活动是取消的。所以这个东西释出的讯息变成选战最后的关键，到最后我们还是赢了，虽然赢得不多，刚好就是赢到那一年我们举办戈巴守护台湾的0.228%的选票，所以历史的决定就都是天意。阿扁那一枪绝对是真的，因为这个真的还衍生到后现在我们在谈释宪案的时候，585号的释宪文，就是因为国民党他们觉得是假的，所以要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嘛。后来这个真相调查委员会一样，因为他们国民党多数通过了这真相调查委员会之后，民进党提出释宪，所有现在所谓的国会扩权法案，民进党提出释宪的立论基础都是来自于585号的释宪文，而且包含是很多深蓝的人到现在都还不相信侯友宜。啊，对，就是因为侯友宜在调查的过程当中，到深蓝都觉得不行，你怎么可以说那是真的？后来那个事情，阿扁露出他的维度，然后呢，这个国民党就说选举无效之诉啦，子弹会转弯啦，神奇子弹啦，然后跑去抽法院啦，然后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啦，然后那个主任委员就王清峰啦，然后被判违宪啦等等，说这一连串其实当年20年前在台湾全部都曾经走过一遍。